是 Shirley 买给你的。萨瓦迪卡。卡布卡。卡布卡 Shirley。水。就是那种梦幻颜色。哎呦。一件套装，不值得。红包，那水，阿飞呢？没。昨天买什么 ？This month one. Day one. Okay, day one. This month one. 然后，这件什么？哎，这是一件。外套，哒哒，哇，这个没 crop 的，也是 platinum， 耶 ，platinum， 下来 ，oversize T， 也是 platinum，OK， 喜欢的 chain， 呀，还那个特别 ，black， 有点小贵，我一个 T 恤。然后这件是一位男士的衣服，呀，我是喜欢这种 ombre， 完美，穿，那就一件很普通的牛仔裤。在二楼，他们会帮你量那个 size， 有 size 的。也是 platinum fashion mall。Yeah。二楼。Yeah。耶。哇，这个也是美。耶。真好看。这是两件事。哎，什么？这是一套。嗯。上衣。358。便宜吧？加一套。14。是要那颜色。Yeah, nice. 不是白天的白天吗？还有一件。好看。然后这是。一个男生衣服，在 Chatuchak 买。Chatuchak 嗯，多少钱？记得吗？200，280，8块。Yeah。然后，这颜色没、这个等一下来开。好，等一下，还有他的朋友们，我们先开完。Platinum。Yeah， Platinum 的衣服先。是有这个嘻嘻才说，这是一个短裤哦，一整套耶哦，还有买他的比基尼，他还有比基尼，在这里哦，哇哦。哇、wow, ，OK， 不错、哦，不错，很好，美哦，还过的地也不错。I think 这两套358，啊，因为在一间店买，也是 platinum fashion mall， 然后这个是在另外一间店买，200。哦、OK，body match 啊 ？Yeah， they match， 然后颜色也是差不多200，然后就一个。一个小背心，对，紫色小背心，好像不懂200还是150。这是一个 ，be yourself， yeah， be yourself， 长袖上衣，它是那种运动，卖运动服 ，OK， 然
然后我就买两个短裤，我要买给你。 OK， 让你继续。Thank you, darling. 然后就 Dusty 定了。嗯，所以。嗯。全部，再说，我 Platinum 全部。嗯。然后下来就是 Chatuchak， 超美的，超可爱的这个 Little Twin Star。 在 Chatuchak 没有买什么东西，又买刚才那个蓝色的衣服，还有这个睡衣，多少钱？450吧，一套，16，多过16，18一点。Hello Hello Kitty， 那个可以给Nova，好，给Nova。 给你们还行，难伺候。没有了，就是这样，我就是买这个，只有重头戏。重头戏来呀。Lyn Around， offer 40-60-50% off， 买了一件上衣，这颜色没，买了一个。 裙子，就讲这块布已经有来，在这个市场上很久了，因为我们有一套Michelle Fridge 的 top and bottom 短裤，竟然在现在给我们看到一样的一个 print，还有，里面还有东西，还有，哇，牛仔裤，哇。 美，你最喜欢这种吗？这种颜色，哒哒，牛仔裤，好看，然后就买了这种丝线风，我觉得我丝线风，可是我蛮喜欢它的 cutting， 一个 romper， 一个 romper， 耶，又一个很普通的一件。 单身，单身，那肯定蛮美。OK，OK，好，就是这样了。这样就这样。这也是送给你的。啊，美。哒哒，那颜色很美。对啊，也是真的美。 我喜欢颜色。啊，好像没有什么 POSH。 不买 POSH 啊？有，它有卖 POSH， 可是就比较普通一点，就没有以前我们看到这么多 design。然后去零食区。哇，我看到有粉红色的东西。我另外一个 bag。哇。一花吧。 一花吧，漂亮吧？天啊，天！妈咪，买了它我就破产。然后下来就是。 Big C 零食区，啊，化妆品你们不需要看的哈，我害羞，是我的，我就买这个 Big C 啊，Big C， 哎，阿赖妈妈，红色的，他们讲的不是我。 就是，Tokyo，Tokyo，Tokyo，and Tokyo，and Tokyo，哎呀，我直播了，那新 flavor console，哦，哇，something new，呀，然后这是我的 usual，
那种全部给我压坏呀。 那个 rice cracker， pork floss， 我喜欢 seaweed flavor， 所以我买这个，这是 original。你看这个有新的 flavor 耶 ，Korean fried chicken。OK，我超想吃的 crispy durian。 它超贵，你在哪里 ？Central Food Hall 买的 ，Big C，Big C， 这些全部 Big C，耶，五百十七，对啊，还顶。哎，这些零食我全部买了，1400，1400多。 啊，还有两包糖，那个，嗯，那个flavor好像你也不在，下播看到，so yeah，完了，开箱完毕。